课，欢迎。啊，感谢徐慧主持人，还有各位同学啊，反正我是非常喜欢听我们主持人说话，声音呢是发财的第一个线索啊。比如能听见老师说话的啊，看见画面的，咱继续打168验证一下。OK， 看来是可以了，嗯。听不见的打32，听不见的看不见画面，听不见声音，还有谁啊？还是不多。今天呢讲商业风水啊，之后呢讲一个分析用神的思路，这是第6节课啊。现在呢软件没有八字软件的，请打一下啊！我软件没有，打一下一，没有，6没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感谢佳韵啊，北京班的，哎呦 ，OK， 好。首先讲一下商业空间嘛，讲一个。简单一点的，就是这课呢，你今天就能够听明白的啊。简单一点的，首先看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路。一个老板，他必须要独有两大地盘，第一就是办公的空间，第二就是家居的空间。能听懂的打168，为什么呢？能不能听懂啊？为什么都有两个地盘呢？就是你一个要办公的，一个是啊，哎，说说原因吧。啊，金海纯、云飞、可以李思思，说说原因吧。为什么有俩空间呢？为什么呢？还是事业和家庭都要好才真好，对，大家看一看哪一个战场属于事业的还是家庭的。哎，佳韵对了，修养呢？这个能听懂的打一下168。就是你啊，首先要知道你设计一个软装的项目，它如果是商业空间，办公室、写字楼，就意味着是战场。战场的布局，那跟家庭的布局是不一样的。同意的啊，打一下123。这就是关键。你今天你把这弄明白啊，原来家居布局和办公室还不一样的。哎，那真是不一样。这个没有不懂的吧？老师，这我也听不懂，那我觉得就好玩了。看看白宫在这里办公，同时呢，哎，这是总统的办公室，漂亮吧？这一定是会软装啊，多漂亮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住的地方，就是呢办公区和住的要分开。比如这个画面就是新加坡的赌场，这是属于商业空间的一个什么呢啊，一个公共空间啊，一个大的商业区。它的风水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动态的水装置，还有这个鱼啊，还有这个造型啊，算不算风水物啊？算不算风水物啊？李佳韵看不见画面了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算吧，哎，算。你看一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布局，是不是？
他在想，如果水里边，这个水里边，要放一只鸟可不可行？要放一个天空飞翔的鸟可不可以？言语啊，水是什么造型？水呢，有喷水的啊，有喷水的，就是造型喽。有水柱的，有圆柱形的，还有一些水池算一个造型。那得根据你的用途来设计，不能放，对吧？你要放一些放鱼啊，这商业空间外形。大家看一看，老师老举这个例子。什么例子啊？你看看这个商业空间，它是不是一个战场？这个赌场啊，明堂宽不宽阔？你看一看，看这个，他们之间，大家说是不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一个态势啊？这个像刀一样啊，这个呢就像锉。你看一看，全是战争的布局，要靠实，实力就是关键啊！感受一下啊，这是商业空间，这是外部环境啊，造型是万达中心里面的，这也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一个风水。大家记住一个词啊，视觉营销。回去之后呢，看一看视觉营销的这方面的书，包括很多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现在想象一下你自己的公司啊，你公司的商标也算一个超级的符号。嗯。前台字的放的位置都算，大家看一看万达公司这个位置啊，所以我就是老师讲很多关键啊，你要听，听懂了你就厉害，听不懂呢那就也不是不厉害了，你就是那还缘分没到啊。大家看，研究商业空间，你就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要求。咱看一看这个前台啊，这算不算家具啊？算不算办公家具啊？这算吧，算我们八大要素之一吧。是不是算呢？100%算吧，是不是算？OK，算的话，你就要研究，比如。你就要研究什么呢？你研究它这个万达的造型，比如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把它等分呢？如果把这个前台画出来之后，你如果是上北啊，不是上南下北啊，这个位置属于什么位置啊？大家说属于什么位置啊？是巽位还是乾位？想一想。这就是实战啊，想，所以呢，你要说出想法来，哎，但有的时候呢，它又可以是前卫，你倒过来就是前卫，反正这个位置大家要给大家提两个思考方式啊，在中国呢是东南西北，但有的时候在国外啊，它特别有意思。
他还反过来，这是思路啊，大家想一想。好，看一看这个花摆放的位置，看看这花摆放，这花它属不属于八大元素啊？它摆放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？青龙还是白虎？是白虎位吗？虎卫东是白虎位吗？季聪说的对，你想一想啊，这个人得面对，人不可能是背对着大门嘛，这前面是大门的，一定是这边是大门的，那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我现在问一下啊，你学几招了？你学几招了？现在学几招了？就这一个摆台，这个前台商标的位置，还有这个主题墙，这是不是主题墙啊？大家记住啊，老师讲课有的时候呢就根据这个图片讲了啊，很多精华就在刚才的一瞬间就过去了啊。什么叫主题墙？这个主题墙是不是这个呀？ OK，看一看主题墙是什么方格状的，是吧？哎，你要想很多东西。按方位啊，胡卫东啊，以前不讲过吗？什么是青龙位啊？啊，你刚才从那个角度来说的 OK， 但是你要是从八台的角度，八台的角度，你就得什么呢？看门的，因为气场来是这么来的，是这样龙高虎低这么来的。好，给大家一些启发啊，对，所以商业空间呢，家具，包括。花品啊，字呢，这个字属于视觉营销，很关键的啊，属于视觉营销类的，大家能掌握多少算多少，看一看。除了刚才所说的赌场、写字楼，还有综合购物中心，大家看有什么区别？这三个你会看到什么呢？你能不能看出点东西呢？我问一个特点啊，通过卡地亚，这是卡地亚关键的一个在伊恩城 ION 这个购物中心啊，购物中心，你通过这个图片你会发现什么呢？你能了解什么？你只要掌握一点你就 OK 了，你看看你能看懂什么这个图片。Okay， 谁告诉老师他的风水的关键在哪里？可以，我来探讨啊。迅波，一个帽网状的，不是帽，那是那个东西是反射过来，那个不行，圆形的。玉带环腰啊，玉带环腰是比较对的。玉带环腰，看一下啊，这卡地亚斯呢，这边是地铁，玉带环腰，还有橱窗，所以你会考虑它跟我们原来的住家，因为在家里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橱窗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边就有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，
有没有拆箱？桌面也来了，还存圆形朝向光，行云流水，对，朝向光是对的，关键是拆箱，看没看着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它有拆箱的，你只要记住这一个就 OK。好，看第二个，所以大家记住啊，你的公司里有没有拆箱？看看这个商业中心，它有什么东西？这个商业中心有什么？前面有没有一个水池啊？山管人丁，水管财。如果你要想做商业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水的动态装置，非常的关键。还有前面是什么呢？前面是马路，在马路这个水还起什么作用？大家说水还起什么作用？看一看啊，关键啊，大家看一看，如果这是一个商业中心，这是一个水，这是个马路，人在上面走，之后这边呢是一个大马路，车啊是人行，放水呢，它有没有紫气的原因呢？招财有没有一个紫气？紫气吧，有没有紫气的一个功能呢？就让那些不好的气场停止的原因，挡邪气，对呀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都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又学习到了吧？所以你要考虑，你慢慢积累，就像啊同学讲的，你慢慢积累，你就会。OK， 你看胡卫东啊，多会啊，送三朵花。行了，不要送了啊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水池的上面有没有一二三四五杆旗呀？有没有旗帜？看见旗没有？你在家可能不摆，但是商业空间摆旗，这学问大了。摆旗意味什么？同学们，摆旗意味什么呢？想不想知道啊？想不想知道啊？以前没讲过啊，好，最大的风水，摆旗是什么呢？同学，摆旗就象征着名声远播。哇，今天大家赚到了啊！这以前根本就不讲，名声远播。所以现在我问大家，你的公司摆不摆旗？你的公司有没有旗？有的168，没旗的打一下22，我看一看啊，多多啊，好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要设计一面旗。胡卫东说了，小公司可以摆不？我问你话，你想不想，想不想名声远播呀？想不想小公司，想不想名声远播呀？你要想的话，那你想你摆还是不摆呢？你要觉得我不需要旗啊，我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我，对吧？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不摆。大家记住啊，在战场上摆不摆旗呀、啊？旗代表号令，代表大家会看见你，这是创业时期最关键的一件事。勋波说了，当然了，一定是自己的了，当然了，
但是在一些大公司你会发现什么呢？你会在一些那种机关干部啊一些公共事业单位会摆一些旗，摆国旗是吧，回去摆联袂。对，好，我可能还要给员妹设计一个旗啊，因为我现在在出差，等我出完差之后呢，我要做这个事儿。好，回去摆啊，别怎么样，你别自己胡乱摆，你要找一个催财的，对不对？自己什么呢？对自己是不是有帮助的？有帮助的颜色吧，造型吧，对吧？那就代表你的名声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商业风水要做的事儿，旗。当然可以摆啦，办公桌上可以摆吗？当然可以摆啦。大家想象一下啊，如果你摆旗有什么好的效果呢？你感觉自己是不是很威风的感觉呀？有旗了才有号令的感觉，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就感觉自己那个感觉非常好，壮旺自己的，同意吗？对吧？壮旺自己。好，再告诉一个，大家说名片算不算旗啊？名片也是旗。海豚是不是公司的 logo 旗帜也可以呢？非常对，自己的 logo 旗上一定算算的，是不是？名片算不算呢？名片就是一面旗，所以你的名片需不需要好好设计啊？所以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，这就是什么商业风水的，商业风水的东西。嗯，好，这两个啊非常关键。嗯，行了，大家实际上软装角度室内是非常关键的，就是总裁室。总裁室风水呢，也涉及到写字楼风水啊，办公风水，对吧？嗯。哟，水云云，我的名片都是随便做的，那就随便编喽，不可以是吧？杨露露，你这个话再组织一下，还没说为什么是五面旗，我凭什么要说是五面旗啊？你把你这说话这个，因为你没有注意啊。你可以把你说话这个一换另外一种方式，让老师和同学都感觉到非常舒服的方式发过来，好吗？嗯，反正我就不说五面旗了啊。总裁室的格局比较，大家看，这个格局非常不一样啊。看有过软装的和没有软装什么区别？这是新加坡，老师也是什么也是。教大家如何通过你的语气、你的用词来布一个发财局。你说话的时候像枪一样，你考虑不到，那你对你是没有好处的。实际老师也可以不说呀，我说完之后呢，对大家都有好处啊。哎，给你再想一想，这么远，同学们四面八方放弃休息时间听课，所以老师有责任呢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啊。嗯，龙旁起宴，改了名片感觉运气好，当然了，一定会好的。
迅波，请问名片需要缺什么补什么颜色来设计吗？对的，名片一定是缺什么补什么。啊，好。郑涵说了，请问老师，为什么要放五面旗呢？谢谢。老师，请您再说说为什么要放五面旗呢？大家看一看啊，廖振海，请问老师为什么要放五面旗呢？这个还有老师，请你再说说为什么要放五面旗？这两个语气哪个好？哪个用词语气舒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所以啊，今天最大的收获者就是严露露。看看啊，郑海，曹老师，啊，这是迅波也说对。请问老师，为什么要放五面琴呢？老师，请你再说说为什么要放五面呢？语气不一样吗？差太多了，露露。一个老师，老师，曹老师，哪个好？哎，你觉得哪个好？对呀，你真是，云飞说他脾气暴躁型的，那暴躁型你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那暴躁型的老师就会远离你，谁都会远离你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人家远离你，人家不说，老师今天在课堂就跟你说了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哪个好？哎，还有你，曹老师，所以你别小看这个东西啊，这是小事吗？外事无小事，你跟一个在当众说话，大家记住一个词啊。外事第一，外事无小事。你谈判的时候，你说话的时候很重要的。曹老师好，对，他有个什么，大家看一看啊。老师，请你说说，再说说为什么要放五面旗呢？哪一个好呢？当然了，卫东，当然了，要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你记住啊，越是大老板，他都是懂这些东西。如果你的频道不对，他一看你，啊，说话的感觉语气，找你设计什么呀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用见你这个人，也你也别告诉我你是什么学历，我看你用字用词，你的语气就在这一句话当中。你说老师有没有必要跟大家讲这个事呢？有没有必要呢？还为什么？因为自我就是风水局，自我就是啊，我就是风水局吗？对不对？今天也感谢谁呢？感谢露露啊，她实际不太了解，她不太熟悉。哎，大家就这样就 OK。大家看，大家看一个啊！实际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哎呀，大家看看郭思英的好不好啊？老师舒不舒服啊？曹老师，麻烦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用五面旗呢？谢谢了。哎，老师听这个话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像开了花一样？同学们也会通过这个语气感觉，哎呦，太开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说了，对不对？关键啊！这又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气场。它背后是什么呢？背后是心态。
心态是什么控制的一种情绪，这真是一个需要什么慢慢练习的一个啊，慢慢练习很关键。对了 ，OK， 好，为什么五面旗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放五面、六面、四面都可以，这也是关键。大家要不这么讲，为啥我不爱讲呢？因为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世间的奥秘。你要态度不好，我就不爱告诉你。你要态度好的话，那我就想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告诉不告诉都一样的，你是不知道的。为什么五面旗？同学们，告诉老师为什么五面？跟五行没关系。你要想做五个国家的生意，懂不懂？没错没错没错，懂不懂？懂打168。你要想做美国生意，你放的是什么旗啊？比如你要是放美克美加的，那代表你跟美国有生意来往。比如你要跟日本做，你放个日本国旗；你跟瑞士做，你做个瑞士国旗。你都跟瑞士没关系，你放瑞士国旗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也意味着你以后要做日本国旗、瑞士的国旗。了解了吧 ？OK， 这关不关键？所以大家想一想啊，您想和谁做生意呢？想做哪国的生意呢？大家可以举一反三了啊！我想做韩国的，我想做美国的，放什么国旗啊？但如果你想跟美国做，放哪个国旗啊？美国的呗。对啦，多多想欧美大洋洲的呢，你自己上网查吧，它一定有国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看总裁室啊，不讲了啊，有很多问题都属于自己没弄明白的啊。大家想联合国放是不是放所有国家的国旗啊？对吧 ？OK， 大家看啊，总裁是格局比较，这个过去了啊，不讲了。看看八大要素有几个要素。大家找啊，看一看啊，这个属于什么家具吧？这个呢，大家打专业分家具、灯饰、布艺，是吧？这里边呢，大家想想，准确的说是饰品还是收藏品？它有没有收藏价值？是饰品还是收藏品？地毯属于布艺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没有字画照片呢？还有字画。大家想啊，字画照片啊也算一样啊，字片照片有没有？字画照片有没有？有的。这个器皿是不是生活用品呢？所以这就是商业空间的，这就是老师要跟大家讲的，你的价值所在。你如果要是卖一个爆款，比如我就卖一个酒具或者卖一个家具，卖爆款呢
你还是卖解决方案呢？你卖解决方案当然是难了，但是卖解决方案的特优点就是可以把它一起卖出去啊。卖爆款的打二，卖解决方案的打156，这是需要跟大家一起啊慢慢研究。你得学会卖解决方案的本事，哎，大家都想着卖什么呢？卖解决方案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方式？我认为风水、吉祥文化。大家看看这三个这个屋啊，哪个觉得特别舒服？哎呦，感觉进去感觉就不想出来，哪个舒服？大家看，哪个舒服？大的呗，是不是？这谁的呀？所以呢，有没有软装布局？哎呦，你看这个就明白了。这个哈，这个墙怎么样？看这个怎么样？感受地毯比较一下，你自己看吧。下面这个你也比较一下吧，哪个有文化呀？哪个有文化呀？自己想吧，你看吧。所以大家知道啊，就通过这事你就会发现软装的厉害。这个地毯是波斯地毯，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一定要买个波斯地毯呢、啊，那是发家的，发家的啊。好，咱下面就研究研究啊。今天关键讲什么呢？商业空间有个重点是总裁风水局，总裁室的风水局，记住。总裁室风水局有这么以下几大要点。讲完了就讲完了啊。第一，看这里啊，公司最佳穴位，老师指的是什么呢？总裁的最佳穴位。咱们边讲边说啊，你看一看，如果是办公室的话，今天呢老师就到了一个地儿，办公室，到一个现在在网络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公司啊地儿，先问一下这大门，你认为老板是哪个？老板是哪个位置？老板，哇，这都大师啊！张艳芬、卫东、佳韵、玉林、松啊、玉瑞、松林、季聪、郭志英、云飞，哇，云飞五，哇，对了，五六，这俩都可以。大家说这个门角度是不是由低到高啊？对不对？高位从远近呢，离门是近好呢还是远好呢？就是高大啊，就是高大上，高大高，他俩一样的，高远，从门角度啊，高远上，高大上，远，明白了吧？谁现在是这么布局的，请打上二，二六八吧。
谁离门口比较近的打二，谁就是在一二这个位置进的。哇，这一定是初级员工。如果老板要是把门的话，那就是没啥，没什么权利，懂没懂？这个懂打168，不懂的打2，老师看一看，不懂的啊，即使初级班的也打一下，我看一看，这个必须懂啊，这你不急，这个是一个规则。好，还有一个，在办公室布局的话，你认为老板跟员工这么做好不好？老板员工好不好？还是这是员工办公桌啊，咱从办公桌角度，办公桌一样多好啊，一样的不显得平易近人吗？还是第一种好，还是第二种好？比如他是老板的话，哇，这是这么聪明的，没一个写第一种的啊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这就是风水，谁大谁占俏，谁大谁好。好，最佳穴位懂了，这个也懂了。大家说跟经理分隔好还是分开做？老板，有的人呢不懂，那多生分呢，在一起做吧。是自己做呢，还是跟总经理做？谁赞成不分开的？分开还是分开啊？谁赞成不分开的？我就跟经理在一起做。分开啊 ，OK， 好，这关键啊，四大办公室的大小要配五行的强弱，还要按职位的高低，还有啊，办公桌前面开阔不可逼窄面壁，能不能懂啊？能不能懂啊？就是主管的办公室你一定要有隔间，否则它不聚气不保密。大家看这是谁啊？这是柳传志的办公室，前边一定是明堂宽阔，就像你的胸前一定是明堂宽阔，啊，还用讲吗？哎，好，现在讲一讲什么呢？现在讲一讲具体的啊，容易出现问题的啊，就是作为你老板的办公室，包括写字台也好，大家看这个毛病在哪里啊？咱以前讲过，如果老师这个鼠标是门的话，哎，它的毛病在哪里？哇，真聪明，老师非常开心，每次看到同学们就是回答问题答对了，也老师觉得非常幸福，那种幸福感那是啊，是吃好吃的美食啊，也代替不了的。大家看一下什么概念？这个位置空，叫明财位，是不是空啊？落空，对，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吧，是空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位置怎么样，就这边真的需要怎么样，一个实墙，
把它怎么样堵得死死的，最好这边都是石墙，这边有窗才可以，这个懂不懂？懂得打一下168，它一定要成立一个什么呢 L 型的石墙，啊，对，好了，这个风水画摆的还 OK 啊，这个是好的啊，这懂了啊，好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个灯怎么样？这灯，头上有没有灯？射灯照人有点多吧，你多还不要紧，射灯照人把人当成什么呢？当成商品了，这么射是不是？想一想，这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破局的不好的。再一个后面有点太简单，知道吗？那太简单，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呢？好的布局是什么样，不好的布局是什么样，看一看，总裁室啊，哎，这个还是这个办公室，大家看，这还是办公室。你会发现很多有价值，大家要是什么？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办公室透不透光啊？这也是一个办公室，看一看。大家想，这样财务室漏不漏财啊？透不透啊？后没有了都，啊，哎呀，都比较的什么好，除了透柴还有什么毛病没有？大家看透柴，木偶还是什么？大家看是木偶吗？好像还是一个跟什么有关系？大家看一看，反正是什么呀，摆不摆？这一定还挺贵的呢，摆不摆？好，还有这画能不能放地下？能不能？这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啊，好东西也坏了，看一看。放地下可不可以？还有能不能摆滴水观音？也不能摆，据说有毒啊！反正大家宁可信其有啊，信其有不摆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所以你办公室风水，大家想没想到这么复杂呀？很复杂的。好，再看一看，这样的话呢，可能有价值啊，可能是名人画的。但是能不能发财呢？能不能发财在这种图腾呢？感觉危险，迅波有自己的想法啊，也挺好的，哎，注意啊，凡是这种都要注意。OK， 刚才讲的是总裁室啊，总裁室实际还有很多说的啊，
下面讲一下什么呢？办公室布局、功能划分和组合。什么叫功能划分呢？大家想一想啊，你办公室的话，你认为办公室应该有几个区？如果是办公室应该有几个区？比如啊，咱拿九宫格来说，这是不是 boss？ 是不是 CEO 啊？算不算 CEO 啊？有没有财务啊？有没有 HR 啊？对吧？人力总监有没有啊？有没有 marketing？ 有没有营销的？啊，能看懂打168。好了，没有，刚才讲啊，就是办公室功能区划分，老板、财务室、人力资源、营销、生产、公关、后勤，要考虑他们的职能吧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作为老板区来说，这个老板区的需求是什么？老板区的需求，这就是重点。需求，软装的需求，软装啊，解决什么问题？一个是什么呢？同不同意啊？高大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要通过高大上的建设达到什么目的啊？第一个，权威感，同不同意？权威感，同意吗？那实际啊，权威感就是我说话算数，大家哟，老板说话感觉。所以权威感在哪呢？西北。所以你办公室是怎么样？你西北你得占据吧，男的啊，这是男的，女的呢？女性呢？女生呢？就对了嘛，所以大家就软装设计，你真要考虑啊，写字楼啊，把这一摆，八卦图一摆，它的格局就出来了 ，OK， 对吧 ？OK， 老板权力是吧？财务。和营销是不是赚钱部门呢？赚钱部门，大家看，赚钱部门是放南方，哎，很简单，放南方还是北？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事儿啊！赚钱部门南北，我怎么那么喜欢吕思慧呢？非常棒，南方，还喜欢黄宗敏。张艳芬、贺新啊，单新鹤，为什么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老师画这个不是真正的，我说财务室和营销，要是一个北一个南，一定是放在南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南什么？对了，南财北政，北权，光阴，对，对吧？哎，离老板近。还要考虑部门。你说一个后勤，在后勤不是不好啊，你说一个后勤生产能不能放一个发财的啊？大家想一下，如果运气不好啊，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
哪一个员工运势不好，你把他放后勤呢，放那些重复性呢，跟人不打交道的好呢，还是跟人打交道就要拿大单的好呢？大家就会明白，运势不好你就不要把它放在陌生人面前，在家后台好好待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哎，好的位置放给谁呢？财务营销 OK， 但要生产部门放哪个位置好啊？什么是生发之位啊？大家想想，生发之位，生产部门是哪个方位啊？仔细想啊，生产部门。东北中，哇，孙云云今天是那么可爱呢，非常对，东木位非常对，海豚非常对，巽位对。如果你生产，真生产美容用品的，放哪啊？生产美容用品的，哇，放哪？趣味，为什么？对呀，为什么呢？今年20，明年十几啊？哇，黄忠明也知道。今年20，明年18，是那个位置。好，公关呢？公共关系呢？文昌也行，或者是稳定之类。所以今天讲了一个什么呢？也是一个啊，恭喜文燕，对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讲了一个啊，办公室的一个根据职能部门的价值来进行空间分布，你根据八卦图进行分布，你感觉如何呀？根据八卦图来分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进这个单会如何呢？大家想这单会如何呢？一定是有一个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让老板花钱，你要找到一个理由，找一个理由，增值吧，理由，对。阳光英真的不知道啊，今年20，明年18，巽位东南的方位，长女的方位，啊，今天如果你商业空间，你按照这个思路就 OK 了。好，别的就讲一讲啊，一些简单的啊，比如风格，刚才讲了空间的风格，局部象征你一个独立的大办公室，那就象征的权力，是吧？这个世间是权力的较量，视觉上也是这样的。主次呢，记住一点，刚才讲过，叫官小员大。什么意思啊？当官小小的位置，员工大大的办公桌，那真是不怨别人，真是不怨别人，怨自己啊。流线动畅顺畅，这大家知道吗？什么叫流线？什么叫流线顺畅？什么叫流线？什么叫流线？动线趋顺畅，看不到了吗？
大家回答的对啊，啊，你要考虑什么呢？有很多部门啊，隐私部门，大家说一个商业区间，它有一定要让大家看见的部门，是吧？还有隐私部门，大家隐私部门是哪部门？包括哪种啊？老板屋算不算？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对了，这两个隐私能不能这个风格呀？或者总监级能不能透明的？我今天看到的是根本就不是透明的，它根本就没有风格，全部是一马平川，看看这能发财吗？大家看这能发财吗？这哎，你这要是老板在这屋，你不觉得怕怕的，什么都干不了啊？能不能啊？老板最忌讳这种啊，总监在这个空间里边四面露白呀，所以不愿人家没有成绩。没有安全感怎么办呢？挂个门帘吧，挂个窗帘吧，实际最好的是实墙。但记住啊，一个屋里能不能四面无窗，你别太绝对，对不对啊？磨砂也可以，看不见也可以，但是磨砂你感觉安不安全去摸？即使是磨砂你认为安全吗？没有窗帘你觉得安全吗？你自己想啊。哎，你别设计个四面无窗的，为了更安全没窗，那叫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是啊？啊，佳韵呐，前半生都是这样啊，这么惨呐？啊，自己想吧，对不对？自己想。所以呢，实战电视剧啊，哎呦，我亏了问你一下李，我发现李佳韵说话我怎么老要猜呢？他的词用完之后总是让别人惊心动魄。我的前半生里面全是这样的啊，我明白了，是电视剧，你打个书名号啊。好，嗯，但是我认为佳韵啊特别有才华，老师非常欣赏啊，非常好，徐慧。哈哈啊，哈哈啊，你别对不起，老师是非常欣赏你的，有才的一个女孩子，说话能够让老师啊听的啊，对，要幽默，挺好的，高兴，对，开心嘛，大家是吧？嗯，好，大家总结一下啊，这就是因为时间原因，咱总结一下 OK 了啊，办公室风水的。商业空间一共是办公室软装容易出现的11个风水问题，大家看啊，总结一下，谁背门而坐？谁呀？它的坏处是冷风吹背，谁背门坐啊可以打二，谁背门的马上改过来，你在家里也不要背门，在办公室也不要背门，就什么，我就是跟现在的主流社会人群分开了，没有一个宽容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怎么能够发财呢？怎么有一个好的呢？对不对？注意啊，改变。第二，走廊窗边，因为窗边是它既纳生气又杂气啊，是不是？脚步声啊，喧哗声啊，它就会干扰你的磁场。走廊窗边，斜背着也不好嘛，是不是？庞奇啊，又问了一个：店铺坐北朝南，收银台在哪个方向好？坐北朝南。按理说，收银台在哪呀？收银台在什么地方？
龙位，对，在龙位，或什么？今年啊，东南，对吧？我上回讲了吧，东南都可以，对。放虎位也是可以，虎位也是女孩子，谁是老板？虎位也可以，要综合看啊，也可以，因为女性啊，女性也行，收财都可以。第三个背后有窗，第四个大镜照射，第五啊门近未低，门远未高，这个说了啊，现在就是总结。第七个座位切角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座位切角吗？什么叫座位切角啊？你的位置旁边座位，座位旁边有墙边机器，懂不懂？冲射的都是切角，不方正。第八，第八有没有啊？今天看到一个有在网络上非常出名的，他居然是顶上压梁啊，员工。我认为情绪压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啊，哎，如果背后有窗怎么办？背后有窗，大家看啊，背后有窗，怎么办？背后有窗，一定要离开。你窗帘也行，你一定会离开的。或者怎么样？大家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事儿。这能不能懂？矮贵正常，如果有窗你实在改不了，怎么样？在你的背后的椅子背后要放什么的矮贵。大家说这个有没有价值？这个教育有没有价值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最少值一万啊！如果客户如果不给你一个万块以上，这个建议不要给他，给他就亏了。这个至少一万，你别什么呢？给你啊一千，你也告诉他对不起。大家记住啊，每一个方案建议是有不同的价格跟着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人？免费的最昂贵的，免费的实际就是最昂贵的，行不行？阳光又深入一步，那你给老师十万，老师告诉你这个问题吧。给老师十万之后啊，再说吧。对了，你这个想法对了，对了，佳韵呐，啊，这就对了。但是他没给你十万，你就把这个建议告诉他了啊，佳韵啊。
好，第九，什么叫生煞气呀、啊？什么叫声音煞气呀、啊？声音煞气就是外面外界的声音，它就造成一种磁场不稳定的磁场噪音，这也是啊，挺好的，大家你看这课堂气氛就好啊，哎。第十什么概念？气场、气煞什么概念？空调的通风口，包括传真机、复印机，你身体前后方的电脑，我认为这都是气煞，气场都不对。第十一，卫煞，卫生间，好吧？咱们休息十分钟，好吧？再讲。再见。